马上回来。 You're no ordinary gamer. These are no ordinary gaming desktops. With a commitment to quality, uncompromising performance, and jaw-dropping design, Alienware pushes the limits to bring you the gaming experience you crave. Because you demand nothing less than the ultimate gaming experience. Dudu 健身针对颈椎病和腰间盘突出问题，教练视频互动教学，在家康复训练，疼痛不复发。The Cherry MX Board 6.0.Pure precision, pure speed, pure design. Cherry MX Board 6.0. 想赢，做傲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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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傲风电竞椅，职业战队基地训练专用电竞椅。我家的第一台热水器，那是记忆中。呵护的温度，我的第一台热水器，那是独立后体贴的温度。我们的第一台热水器，那是团圆时幸福的温度。万家乐，温暖我人生的每一个时刻。万家乐，乐万家。好了，回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点位啊。地图上的深海岸礁，村在地图下方的这个蓝色的虫柱，就是西瓜，直接是放了一个慢狗开啊，十二级吗？啊，十二级，你看你。啊，地图上方的红色的虫柱选手就是小明土豆明。这个开局呢？土豆明是裸双。这个开局小明要推基地啊，这个图有点近呢。对，十二地咬上去。看小明敢不敢拼一枪？我怎么感觉西瓜是十三 D 啊？那你不要管十二 D 十三 D， 反正过来基地没好，这都很容易被咬爆的。小明的性格绝逼是拼一枪的，我不信。看吧，哎，我了不了解小明吗？不，万一队友是十二 D 狗一波呢？哥操作好呀！哎，西瓜在搞毛？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太忙了，他在搞毛啊，西瓜。是小明在搞毛啊。小明这穿的也三个都没拿，四个都没拿，这五个，六个死了。他妈这跟死有什么区别吗？还咬不过。关键基地还被你咬爆了。这好尴尬啊，这个问题太大了。这太他妈尴尬了，这个。西瓜也是刚刚在 WEG 的这个。中国区比赛中拿到了亚军，那这样的话，他要跟 Tam 一起去亚太区争夺八个名额，应该是对八个世界联赛名额。最近状态也挺不错的，习惯。状态他最近韩服打到6500，也还可以啊，可以。哎，你怎么会一直在呼呼呼的嘛？你后面哎，不要说老子把窗户关了，你妈闷死我吧！真的，你开个空调不行吗？他妈这家得住多高才有那么大的风啊？这别墅太高了，我靠！好，小明这边一波狗反扑啊，西瓜这边管子未必起得来，但是有三个女皇。好了。哎呦，这一波反扑有点多啊，有点多啊！没事没事，三个女王应该没什么问题。妈，不好说，后面还有狗好吗？你相信我，没问题的。再续，问题不大。三个女王稳如泰山，他这狗血没加起来，有点二，血加呀。还行。对，本来他第一个女王如果血加起来，可能就一个女王都不会死。对，但这已经没什么机会了，就。这打完农民差太远，现在没有了吧？没了。西瓜1-0，这边只是说战术打到了。嗯。第二场，
那西瓜居然那么阴险，用这种战术击败小龙女。现在就是狗逼，好吧，每天就狗逼。推阴型。等他来啊，等他来，大家等等等。够，你够呀！哎，我们这种宗师组选手，居然 OP 他们这种鸡在打，那个腾，我们这种那腾姐是不是有点虚啊？进来一看，你妈，我们这种解说还是有点实力的好吗？四个宗师，连解说都是宗师，他是不是有点虚？哎，不过这段时间太容易上宗师了，因为那个赛季末了嘛。对，赛季末，然后我这个赛季我一直都是宗师。哎，就他赛季末，然后现在打的人没那么多了，没以前就竞争没那么激烈，所以就是这样的。看出点位吧，这边蓝红色的就是这个小明啊，冲在右下角四点钟位置，而左上角蓝色的重组选手就是西瓜，是冲在了十点钟的位置。嗯，其实现在打到韩服宗师并不困难，我觉得接班人如果努力一下的话，可能也能打到韩服宗师。努力一下呀，那得是。干嘛努力一下不行呢？但我感觉他没有努力啊。哎呀，他没。要么今天你敢不敢跟他打？今天为什么要跟他打吗？你是不是有点虚他？我也没练呀。那说白你就不敢打了，就是啊，这火拱的老子就不上，怎样咋爹气死你。你是不你就告诉我你不敢打就算了，这件事情不要上啊。那不是不要，那现在问你敢不敢打呢？啊，不就不要打。那不敢打吗？想拱我火有什么用？不是拱你火，那你直接说你有难处你就告诉我，我们不会逼你的呀，妈的，大家都是兄弟。我不会上你当的，没有用的。那说白，好好好，就算话好说好听点是不想打，妈的难听点就不敢打。好了，我们懂了就好了。这个我拱的、哎，你不要再跳起来，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你再跳起来，我告诉你，前车之鉴。哎呀，妈的，你不要再跳了，我告诉你，我给你台阶下了。感谢这个找小中医的一个办卡。小明很拼啊，他血正好直接下了两个那个，直接下了两个农民。西瓜是很稳的，先出六条狗，因为他这个要防对方是那个绕狗提速狗一波。西瓜的这个防法非常稳。然后往下搜，他怕对方绕狗。对，这个开局西瓜已经是亏的。还好六个农民还好。哎，西瓜现在细节那么好啊，在这个地方做建筑学了已经开始。然后如果你打一波的话，我两个女皇毒口上面在这个毒爆从后面插一根管子，这是个非常职业的一个毒口的方式啊。对，西瓜现在这种细节反正。这种细节反正是以防万一，我告诉你，真正稳应该是第一时间，这个就是这个基地好先下根管子看看情况，像那个 Cham 一样。对对对对，要他这个细节这真的好。然后你确认到对方是裸双了，你再把那根管子退了就好了。没错。小明这波局绝对偷到了呀，这个他直接我觉得小明这个。已经是一个，已经不是一个小优了，我觉得已经是个优势了。小明，嗯，一攻蟑螂的开局，而且二本偷的非常快。对，而且你看西瓜，狗叔也没退，然后造了一个毒爆虫巢，这个很亏啊。科技慢很多。气矿的话，你想想看，150气已经没了。啊，土豆民也是个偷逼啊。偷的一逼好不好，土豆民？科技又比对方快，那么西瓜这个时候跳飞龙都来不及了。
这波一攻当然顶过去，西瓜由于三 西瓜要跳飞龙了，跳飞龙跳飞龙，对，他三级点也没开，所以这个其实压力挺大的。他只能跳飞龙。啊，做个地堡，我觉得一根地堡有点还不太够啊。而且这个时候要三根，对手开三基地，你也要开三基地的，你不开的话，你飞龙跳出来也没用的呀。我觉得跳不出来，这个速度太快，速度一攻好了，这一波顶上去，你不可能守得住的。随便你多少根管子，三根管子还有点多。这一盘我告诉你，西瓜已经是死了，这盘完全是小明偷出来的，被小明。三根，你觉得三根管子至少三根，至少三根。你觉得三根管子能够守得住？我有点不信啊。三根管子，哎，也不够。你还出门？他可以直接上去的呀，为什么要给你打管子嘛？我觉得再来两根，再来两根，五根管子有机会。西瓜做了一个他觉得非常聪明的一个决定，拼一枪。小明使出了铁索连舟，所有的房子都布成一条直线，然后铺军毯，但这样的话自己速度更快了。好，前面这根管子直接往上流吗？流不进去。不急不急，耗跟各种耗。好，三块再啊，三块没问题，没问题，守三块守住了，你守不住啊，正面守不住啊。五根管子才有机会。那他大狗太快了，直接上去了。对啊，哎，其实我觉得直接往在下面打就好了，根本就不需要上去。无所谓，他叫打狗太快了。你上去了，你后面接的兵你就一波打不穿，就给了，我觉得给了西瓜没办法。他要开卷是没办法，因为，对方的这个科技比他想的要快太多。对。不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如果说上去的话，你不打下面管子，就给了西瓜机会。其实飞龙出来还是能解决过蟑螂的。那这样的话，虽然优势肯定是小明优势啊。这已经赢了好吗？还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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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这还有什么？没机会了，没机会了。这个局面就已经是没什么救的局面了。你飞龙再牛逼，你打得过刺蛇不啦？现在，我觉得小明其实都还算那种打得比较老实的，打得狠的这个时候，看你出飞龙，直接女皇就不停了，对，一个虫洞女皇你就死了。西瓜现在什么都没有，要钱没啊？有钱是有，但是没有科技，更加没有虫卵。这个局面虫卵是很重要的。小明刺热都出来了，还真的偷。小明这个打法太他妈偷了，就偷呀！前期妈一条狗都不出的，你告诉我偷不偷？你们说这种局面，你告诉我怎么输嘛？就没有输的理由。西瓜怎么两个血池都下去了？他最后要毒爆撞那个拼一枪吗？看到这波已经知道自己输了，好，加个血刺蛇过来，积技了，积技了，一比一。怎么说呢？一人偷一盘嘛。对。真的是太偷了，小明。那这种偷币一定要干死他，我告诉你。哼，多打几盘一波，对吧？小明也会打一波。小明现在这个风格有点像 Michael Sai 这边靠拢，就打得比较聪明，靠经验嘛，靠比赛经验，对，靠捕捉心理，或是够第三场。今天待会儿逆不要打第三场，是逆不要打那个 Herrick。 哎，逆不你确定能打吗？他怎么了？逆不为什么不能打吗？啊，你说他在美国对不啦？对啊，他之前不就在美国吗？他之前就在美国的呀。
他之前不在韩国吗？不是，他最早打前几轮是在美国打的。哦，他是中间来韩国的。那应该打应该没问题。对，他不是一直打美服的吗？而且他好像觉得就是那个聘呐、啊，就是100多聘，他觉得能打。嗯。他们现在说现在是美国时间的早上。是的呀。美国时间早上几点吗？现在早上7点吗？逆补还要问他打不打第一人战呢。我问他第一人战打不打第一人战。早上这次第一人战早上7点找了几个欧美人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个第三场比赛的这个尊点位。地图下方的5点钟方向就是蓝色的冲击选手是西瓜，而出现在地图上方的红色的冲击选手就是小明。西瓜又是选择一个12D。好赢啊西瓜现在。他难道只有靠这种战术才能赢小明吗？小明一般如果说他不动快狗的话，那他只能用裸刷的战术，所以说这个战术感觉又要被干了。小明很少走中庸之道啊。对，哎，他小明也是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偷到天上去，要么就是拼到天上去。对，说不定西瓜打那么拼是因为他要上厕所。他可以打到一半上厕所的呀。打到一半上厕所不是被你们知道了吗？知道有什么吗？这种东西啊，知道我们要哎，人要脸树要皮的，被这种事情，对不对嘛？哎呀，他算了吧，尽量少。我告诉你，我去那个，我去 WSG， 西瓜这种你妈蹭饭狗，你知道吗？我去 WSG， 我说叫我们队的人出来吃个饭，对吧？然后聊一下那个。嗯啊，俱乐部后面的事情，然后西瓜就听到了，你知道吗？西瓜就跑过来说：“色哥，你那么帅，可以天赋碗筷吗？”哈，他砍倒吗？然后他就算了，然后张开元在旁边默默的就也妈就跟着就来了，这两个狗逼，你妈每天就过来蹭饭。哎，小明。这不应该不拖农民了吧？算了呀，上次不拖了，不拖了。也还行吧，西瓜出了12条狗，你说咬掉这个基地要怎么样吧？也就这样了。这12条狗还可以上去再拼一下吧，反正留着也留着没用的，直接上去把他狗给他拼完。对，这个时候要换拼到农民，拼到女皇运气更好。就像这样，哎哎，运气好，运气好，就像这样。但是你的狗损伤没关系啊，干嘛？反正这狗也没用的，我只要这样拖着你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家里面晃一圈，敢看到你毒爆了。而且这个女王很尴尬的，小明第一线，你说住口卵，我觉得也倒还好。对啊，卵也没住，然后现在我重卵无限领先，家里面三个女皇插根管子，你打个毛一步啊，你回过来。12D 一般中了这种裸双打 12D 中了就基本上就是跟死也没什么区别的。对，三个女皇很难翻，很难翻，很烦啊，三个女皇你用过的，你用反打狗毒爆一波根本就打不进来。小明直接跳飞龙，这是一个办法。张开远啊，张开远就 WSG 这个解说啊，就跟我们一起解说了。哎呦，我还以为穿进来了。张开元，他强行穿，就跟我们一起做解说这个。好，小明拼一枪两矿跳飞龙去了，这个科技非常快啊。这是个打法，因为对方如果是爆女王的话，科技会慢很多。但爆女王并不怕你这个速跳飞龙啊。他也没办法，小明也没办法。这个时候我觉得三矿都可以开出去了。哇，你有狗术的，对手没有狗术的。他毒死什么意思啊？他怎么毒死了？
他怕你抱狗呀。要打虫洞一波。虫洞一波，这个虫洞一波天荒地倒了。还是说他毒死了，现在我也不管了，老子就农民按到底。好了，小明这时候可以那个了呀，黑三矿了呀。他会不会退最后一个 B 嘛？退了，然后把那个房地堡爬过去也没有呀。不会，他就怕小明打一波，他觉得他自己优势无限大。这跳飞龙很凶的、啊，这个转很快。小明这个三矿点的稍微慢了一点，其实我觉得三矿可以早点点，然后出个六七条飞龙，出完之后直接转蟑螂，这个不打一波就把这个插了。小明看到也蛮莫名的，我说小明一波的这个想法已经深刻的印在这个西瓜的脑海了。好了，这个局面怎么办？西瓜反而现在陷入到一个被动了。我靠，他打一波啊，就在这个timing点上，这不是出去送吗？送完打机器呢？切，选了一个最搞笑的一个打法。对呀、啊，这一波过去不就搞笑的吗？虽然顶得倒是有点快，不过别人把这个打掉了，飞龙已经出来了，这搞笑了。哎，搞笑了，西瓜。西瓜真的是，妈智力有点低呀、啊。八条飞龙也不怎么怕你，农民先拖，对。西瓜现在只能进去强换。但下面三根管子好了，我所有的东西都拖下就好了呀。好，再把农民拖下来呀、啊！要下面三根管子，你来呀、啊！尽量换吧，尽量换。嗯，如果把这波农民换完，那还是赢的。哎，他怎么在打管子？他没办法，他不可能操作打农民的呀。那这样的话，你这三根管子打了你不赚呢？对方还有那么多农民，差十个农民。西瓜这个时候只能重动一波了，对，重动一波是对的，继续抱女皇重动一波，不要给小明喘息的时间。这波重动一波我告诉你有点还是有点威力的，说不定小明一波就被带走了，关键就看他重动一波重动在哪里、啊、这边有一个那个眼虫飞过来，这里有点尴尬，这个位置哎，不会被看到吧，绕一波狗进去，飞龙回家还是不回？看到了，狗穿进去，先咬，把飞龙拖回去。没，不要急，他也有狗的，而且下面有根管子，上面已经在围着根管子了。我靠！哎，这抢 A 基地都没炸啊！好了，咬不到啊，这根管子。这个毛全死啊！下面这女皇什么情况吗？他怎么就哎？不过飞龙也没几条，换的差不多，七七八八。你打呀，这些女皇那么尴尬。哎，你打呀！他直接去，直接换家了呢？怎么农民都进去了？什么意思啊？插防空，农民过去插防空，可以的呀，农民过去插防空。机器，小明没办法了，农民过去插防空，他也打不掉。还不能回救，对不对吗？小明，这波绝对不能回救。回救的话，这段路飞得太久了。你飞回去，对方防空也差不多好了，然后他女皇再传两个过来拖时间就好了。对。不过这盘呢，该西瓜赢。对。这开局那么大优势，该他赢。对。好，把你拉进来。够了，你够啊！好，
我们来看双方决胜局的比赛啊。西瓜估计又要放一个十二级，哎，什么情况？小明退出了，什么意思啊？哦，西瓜已经去打去厕所了，我没看到。什么？不好意思啊，西瓜去厕所了。他这就去厕所了。他是，我跟你说，他的这个尿的这个时间取决于他的战术，好吗？他在打得很急，说明他肯定要去尿尿，知道吗？这一盘我跟你说，他回来之后，他肯定会裸双的这盘，对不对？你尿一次嘛，你走半个钟头内不能再尿了吧？不，这场比赛不可能打得到那个，不可能每天都打到他撒尿的呀，偶尔尿一下呀。Go。如果这盘他还是选择十二D，说明他打完之后还要尿，去了没去，这还要去就有问题了。干嘛打个提前量不行呢？对不对嘛？万一呢？感谢这个保定 F91 的飞那个办卡，感谢。我们看一下尊点位，地图上方11人方就是蓝色的虫族选手，来自 IG 战队的西瓜。地图5点钟方向就是红色的虫族选手小明兔的命。他们说小明真厉害，怎么把西瓜尿都打出来了？你看到没有？是不是这盘没有放12D吗？好像有点道理啊。哎呀，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子的。就尿完之后，尿完之后嘛，你总能顶个十几二十分钟的吧。所以说以后跟西瓜打比赛，如果是波三的话，你就开局你就开始开了三矿，就在家里防守，你也不要去打他，憋个一个钟头，让他挂掉就可以了，他就直接弃权了。这盘开局现在还是一样的，裸双先弃矿，WCS 世界总决赛是11月初啊，11月的第一周，在安娜海姆的暴雪嘉年华上面进行，然后到时候我们也会全程给大家直播的。嗯，但是这个比赛就要通宵了，大家做好通宵的准备就好了。这个是今年最后一个通宵的比赛了。嗯，好快啊！去年这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妈个蛋的！我感觉我们去年差点死在路上，好吗？对的。走在路上脚都是飘的。不，今年我告诉你们，今年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会请一组人过来拼一下，两组甚至两组好，两组。哎，你要想去年就我们星际是一组人，然后别人都是三组人，好吗？去年都怪我嘴巴贱。去年我碰到洞爷，你知道吗？洞爷跟我说，他说那个你那个暴雪嘉年华你转播你能那个做吗？我说可以啊，干嘛？然后他跟我说这个暴雪嘉年华时间你解说要多少人啊？我说不用啊，我跟九幺两个猛男平时天天通宵的，要解说个比赛有什么了不起？你去死吧你，黄旭东。哎，我随口一说，怎知道他就当真的嘛？看你妈。他的这种装个逼的事情平时碰到了，对不对？我就说我们两个猛男平时天天通宵的，哎，通宵个嘉年华算什么东西嘛，随便通。然后话音未落，你妈的过了几天我就看那个名单就出来了，就我跟九幺一组人，你妈通成弱智了。那两天不真的，现在家里面稍微还好一点，在这个那边真的通不动，真有点通不动。 我随口一说，今年要多找两组人，今年找三组人。小明这个战术就是抱一波狗强行压制你，压制的同时然后家里面出个蟑螂草来防守你的这个狗毒棒反打。对，这个战术非常非常的这个猛啊，这个战术说操作好点，说不定小狗就能把你三 G 压掉。精妙之处就在于这个压三 G 这一块，来看小明的操作怎么样吧。分的还可以。哎，他还是出毒棒虫草啊。他压了之后出毒包虫草，这个好奇怪啊！一般来说都是出蟑螂的，
对，这个摊饼好奇怪。哎哎，天竺豹可以，哎可以哦，这波狗很多哦。下面的基地其实有机会压掉的，他压的好一点。有机会，有机会。小明这几个毒豹咬的非常不错。下去压基地啊，但压的稍微晚了一点，我觉得还是。本来早点压，早点 压就可能压爆了。这时候至少半血了已经。算了呀，这个时候变一波毒爆，我估计他还要。西瓜其实被战战损便宜占了很。操作来说，小明可能要比西瓜稍微好点。不过我看过了，西瓜这个操作，他如果去这种什么打 WCS 去打那么 Lazer 啊什么，不要说 Lazer， 就是法虫这种他都打不住。哎，这西瓜的嘴巴里面不是这样的。西瓜他绝对打不过。哎呀，他那天跟我说，他说我跟你说。我拼狗毒豹跟书本，那也是能拼到中期的。哎，去死吧！然后跟我这样说的，他说我只是在中期跟书本的基本功上略有差距。不，他这个狗毒豹，因为我跟你这么说，小明的这个基本功，他拿到这种欧美那边去，在拼狗毒豹这件事情上，他是拼不过那些人的。也就这样了，对吧？对，也就这样了。哎，这什么意思啊？哎呦，这什么意思吗？我没看懂啊，这收波狗什么意思啊？哦，他下面再穿，双线打了就，但是你没把这个基地打掉呀？哎呦，这个痛了，这波痛了，节奏乱了。家里面开始去蟑螂，西瓜也去。迷之送狗，西瓜打一波啊。啊，没有没有，观众都在说西瓜你妈的读书读得少，对略有这个词的理解有些失误，你妈的，你妈的，对略有这个词你妈的理解不对。小明和西瓜呢？这两名选手现在还是中国星际的中流砥柱，应该算对，还算是非常强的选手，就是在国内比赛中还是能够出点成绩的。但要拿冠军呢，有点难。还是 IA 厉害好吗 ？IA 现在是毫无疑问是中国第一人。IA 今年拿了多少冠军啊 ？IA 基本上就跟异步在这个 WCS 世界区的感觉是一样的。对。无敌多么寂寞，哎，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本座，但我感觉西瓜打一波啊，小明也要打一波，西瓜是一攻一波，那他为什么不把这个蟑螂速度升一下呢？二本也好了，哦呦，有点凶，今天我们的我第二届第一人战，我们那个准备加几个海外选手啊 ，Major， 然后 Nip、Elazer、IA， 然后还有那个这几个人我都在叫 Nip， 如果打不了的话，我们就叫那个 Elazer 过来。不，一共几个嘛？一共叫四个海外选手。中国版就一个。中国就 IA 呀。啊。这波狗穿的感觉是很好，但是。没打到实质性的东西啊，小狗上面也被找到了，没西瓜绝壁是瞎子，你看到没有？哎，龙飞上来了，没事，他蟑螂动了啊，两个人都没操作，对，杀了六个龙，对面也没打进去，看似很完美的一波多线，其实。没有打到任何东西，关键是现在有个问题，对方有一攻的蟑螂，而且在反扑你这波兵，你这波兵还走什么嘛？走不掉了呀！走得掉，走不掉都是走不掉了。他这部队差得太远了，西瓜三比一。西瓜是不是瞎子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说，那天吃饭我已经套出来了，他就是个瞎子。他的眼睛好像只，他的眼睛你妈是重度近视。但是他为了帅不戴眼镜，我已经套出来这个话了，他自己说的，
那个泰姆说他的眼睛是 1.0， 泰姆不是戴个卫星的眼镜吗？ 1.0 还可以啊， 1.0 这 1.0 是还可以啊，就是。然后西瓜说啊，你眼睛那么好你还戴眼镜，然后西瓜说我就顺着这句话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多少呢？西瓜说我只有 0.2 还是 0.1。 我说那你妈不就瞎子吗？然后他说对啊，他说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妈，西瓜三笔。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根本就看不清楚。但我说难怪你他妈砸解放者砸不到啊，他说对啊，我看不到下面那个点，我每次都看不见，我要放很近才看得清楚。哎，妈的也不容易。然后当时妈夜蝶他们就笑了你知道吗，蒙斯克在旁边就感觉悟到了什么，那么打西瓜以后就要出，就直接出那个东西了你知道吗。好，那我们第一场比赛是西瓜3-1的比分是赢了。嗯，我们